还好，哎，这边看起来大家精神有较好，吼、哦。虽然啦、啊、吼，这个离开你的眠床啊来这里困吼，你一过去有三天啊嘛，所以你有经验嘛。不过、哦、今日呢，他们讲咱所有的干部吼，大家拢心情真好。今日早透早呢，啊，日本那边吼、哦，都写一个 email 给我讲。日本类似于啦，类似于啊，做中华民国的中央社，类似于中国的新华社，伊叫做日本新闻共同社，发布一个专日本的大新闻，台湾民进会新闻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为今日开始，专日本所有的人拢知影，啥物叫做台湾民政府。这个代志两年前我咧讲的时阵吼，足侪人甲我讲我臭屁，讲我乌白讲，胡说八道。但是呢，今日已经可以证实，有真侪代志，虽然还未到，但是我已经会知影。我哪会知影？唔是我搞，美国当局和咱配合真好。所以美国迄当阵，咱去告美国的时阵，美国就讲。我告美国是2006年的10月24日，但是经过半年的时阵哦，有一天向美国有关的单位呢，台省是 AIT 的政治组的组长，打电话给我三摆，要要求要跟我见面。但是当初我就是跟他见过，哎，你袂当跟伊见面呢？你若要跟伊见面，一定爱我美国律师在场，你才当跟伊见。啊，若无跟伊见面吼，你迄个案吼，会叫取消去。这是美国的法律的规定，啊，那中华民国这款的都无这款的规定啦，拢唔知影嘛。所以呢，伊政治组的组长要甲我见面，甚至敲电话敲我一摆，我讲袂。啊，半年以后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美国的国防部就开始找我了。啊，找我了后，但拄啊开始他们讲我嘛就是因为真个假的，你敲电话去阮家呢？哪会知道我家的电话？我说你是真的 you must identify yourself， 你爱先给我证明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不然你好像在你们家向一个女孩子打电话说，欸，我好爱你啊，啊，就去爱吗？欸，你不能笑，你不能笑，很多台湾人，很多人，很多的，啊，你叫人骗钱去，很多的，不是？对吧？有的说连面都没看到，说已经给几千，几十千万了。所以呢，所以迄当美国有关单位，伊甲我甲承认哦，才经过两三个月。我讲你上无，你爱甲我证明你到底啥物人啊？啊，伊即摆人伫美国，我伫台湾，伊要哪证明？伊讲好啦，啊无我甲你讲人名吼，啊你去甲问啦。啊有甲我讲四个人名，啊我去问，啊有两个我捌，啊两个我唔捌，啊但是罗马印证是讲因代表啥物人。迄当阵阿弥塔吉，其中有一个叫郭怀敏，伊讲阿弥塔吉当时离开美国，伫美国伫咧机迄个机场内底吼，甲阿弥塔吉，迄当富国无倾，讲话两个人讲的话吼，绝对无人知嘛。啊，你去问，叫我去问郭怀敏，啊，郭怀敏拄啊，我有熟识，啊，我去问，啊，郭怀敏嘛惊一条，因为我你来知，我伫美国甲讲，安尼我就知啊，迄个人安尼确确实实是美国的有关单位。当然，经过这两年半，咱的打拼，当然不是干那我一个人，我干那我一个人哦，未创啥啦，我无跟你骗。那无在咱的这台湾人，这2000-2300的人来受训，啊来捌这个论述，今日台湾民政府没有今天呐。所以各位，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咱所有台湾人，爱感谢在座各位每一个人，你已经做足大的贡献啦。咱家己来鼓励咱家己一下。我讲的这些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，尤其是今日我接到这个美国，这个日本，因为美国伫15，就是15号，迄个靖国神社，迄个下晡3点到4点嘛，美国的国防部都打电话话，哇，我们没有想到你们表现这么好，可惜啦吼，因迄50个人。实在是后摆吼，明年要派一百个去，啊分梯啦，
迄一班，迄、那个五十，哎，三点钟去，哎、欸，大家拢规身躯啊，西装衫拢干呢，啊，遐尼啊热，人日本人穿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靴子，啊，咱是穿西装呢，所以后摆我就想，哎，派两团，迄五十人也出来，我这五十过去未？遐上少有十万人呢，十万人以上啊。迄一天，昨日迄一天啊，我甲你保证哦，伫这个全国形势，咱台湾民众是主角，含遐新闻的主播吼、哦，拢要甲咱做翕相啊。因为吼、哦，伊看遮侪人伫甲咱微调咧，伊嘛爱灯光啊，爱掌声啊。尤其是甲十二点无多的导游，其实吼、哦，迄天我有甲因讲啊，我哎、欸，你上好唱一条歌《福尔摩沙颂》。要唱福尔摩沙颂的，福尔摩沙我的爱吼、哦，要唱的以前啊，就不能伫边啊开始唱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同期的樱花，陶器哎，陶器喏，萨库拉。迄当阵日本时代，要战争的时阵，同期萨库拉就讲吼，共期的，咱介拢共期的啦。迄、那个时阵哦，咱个迄个咱的雅虎也要唱啦，啊，咱其他人其实咱捌学过啦。无啥会记咧，所以我咧想讲后摆吼，伫这个所在吼，爱加一点钱去，敢那唱迄个同期的萨库拉，唱一年安尼吼，咱去遐度我都来唱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当然咱有安尼有迄个经验了，咱就知。明年吼，我做你个舞曲团，足大足大。啊，但是明年呢，我相信台湾民众会接到正款啦。所以呢，一切拢按照。我伫徛伫遮讲的话，一步一步、一步一步地实现，无一个代志无实现。2011年12月31日，我忘年会我有宣布啊，马英九赢蔡英文80万票。迄当阵啥物人相信？大家嘛无相信。但是票一个开出来偌济，80万，远远差1000票尔。所以呢，歹势，我无关掉。哎，我稍等下，卡你，我上座。所以呢，我要甲咱大家讲的，就是讲，请恁大家人上课以后回去，爱你的，我爱借用你的嘴，你爱去咱的官网顶端去看消息，予所有人台湾人知影。即马含日本人都已经拢知影台湾民政府啊，无管伊以前还是现主席，因只独派、统派，讲咱是诈骗集团，免甲管啊。哪家诈骗集团，老老早早我，还是咱只干部拢了死啊。上好一个证明，咱伫宜兰的警察局、警察总局的头前正对面，咱来设这个宜花东洲的办公室。伫警察局个对面呢，说到即马敢有代志？无代志呢。哎，然后迄张相片哦，互因看一下，有啊。宜兰县警察总局对面台湾民政府，你看。啊，这讲诈骗集团呐、啊，是台湾人哦，他家起来有够，我讲腿拍死啦。他看吼、哦、有够三八啊，三日乌白讲一场啊，啊，有个人相信呢。我哪会相信呢？讲诈骗，我就常常跟他讲，来，我问你在座，我常常最爱问这句话，你有什么人无款给咱台湾民众请你举手？奇怪了，诈骗集团不是要来钱吗？啊，拢无给你无款。咱有交钱的，敢若一个部分，1000块，1000块是啥物物件？身份证。啊，身份证不是咱台湾做的呢。是安那身份证都要申请，都要2个月要才你才摕到。咱将你的收集创好势了，送去美国，美国爱甲你核对呢。迄是国际有效的证件呢，毋是清清菜菜的呢。所以呢，安尼来来回回按2个月，所以有的人吼、哦，而调金吼都卡里面讲，秘书长，为什么身份证2个月都还不下来？我阿你来不爱较早申请呢？我2个月还好呢，拄我开始是3个月才抽到呢，咱即摆已经万几分啊啦，
所以恁买单讲你无申请的吼，趁即摆来吼，都楼卡标甜甜的，就算申请，啊，因为申请上少翕相嘛。所以我是甲各位讲吼，无人会甲你骗。啊，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，你伫网顶去看，一本册你看卖啊。所以，伫为登记开始吼，我有甲大人报告一个代志。恁的初级班上课结束的时阵，我拢送恁一面，不是我啦，美国政府送恁一个美国的国旗有啊。但是今日，我相信伫真短时间，咱台湾民众会执政。我想讲，你若买一个旗杆，我足惊你用德国的来。你若有旗杆，有老鹰的旗杆呢？台湾民众送你一面台湾民众的旗啊，安尼好唔？你有买无买拢无要紧哈。我先跟你讲，你有买无买拢诶。但是我先讲啊，干那一支尔诶。你袂当讲你买十支啊，袂使。一支，一个人会当买一支尔。就是迄支旗杆400块嘛，哈。迄支旗杆啊，迄个啊，做民政的旗啊，哈，有我算。你知影咱民政的旗啊，你若单独买一支300，所以300个旗杆400都700，啊700呢用400块来买，啊还可以啦。你无通趁钱，但是你有小可趁钱啦。但是你卖转卖啦嘿，因为是高级班的吼，高级班的我才给恁啦。是安怎呢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明年美军啊入来时，拜托这两支旗啊你也摕出来，恁老上桌恁老的门口踩落去。你讲我是台湾民政的人员啊，这个时阵啊，你开始你的厝边隔壁另眼相看了。啊，若无你即摆来上课吼，早晚有一挂戆腿的吼，会甲你笑呢。啊，你唔惊死哦？啊，你唔惊去互掠去哦？2006年，各美国到今日为止，确实美国已经有甲中华民国当局讲，这个团体对咱，这个团体是完全按照国际法在做的，你袂当用刑法以上的处分。来对这个团体，这几年啊，七年啊，咱敢有任何人，包含我，去受了伊的处分？无呢，真正无呢。甚至有一挂警察，你甲挂迄个伊，咱车牌还袂出来，咱即摆车牌是出来啦。车牌还袂出来以前，叫上去犯伊，不起诉呢。足多人感觉很奇怪呢，不奇怪啦。因为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来军事占领台湾的呐，美国的下令，伊一定爱听。像这款代志吼，我呢不厌其烦，安尼讲，搁再讲，搁再讲，啊有人听有，啊有人听无咧，无来上课，当然听无啦。所以呢，伫这个时阵吼，尤其是咱伫日本，这个日本这条已经拍通啊吼，为今日开始，我相信啊。今年来滴啊，日本人会足侪来。啊，12月初6，咱要伫美国开记者会甲酒会，这是真重啊！不，我讲9月初6，后个月尔，得要到啊。咱有30个人要去，美国迄边有120个美国人要参加。乎你台湾人，乎你中华民国，从来毋捌看到讲伊个酒会有遮尔啊侪美国人。迄个酒会内底。记者会啊，咱的主席会宣布一个真重要的文告。我希望迄一天呢，你找时间，你若无时间呢，你下班才去看。这个文告呢，大家拢去准备啊。所以这个文告会对咱台湾产生真大的影响。啊，有当然啦吼，以后吼，台湾民政府。为免台湾民众想要跳出去要创一个台湾政府的吼，有啦，迄种人嘛，有啦，咱听人讲啦，啊，迄种无效啦，我甲你保证绝对无效啦。但迄种的人，后摆台湾民众执政，阮绝对会甲处分，会严厉处分。迄毋是你帮忙台湾民众，迄是你救台湾民众的后脚，伊要算要独立啦。所以4月25，咱他妈遐么标准呢？美国讲。你台湾民政府竟然利用我美国的首都，要甲我宣布独立，叫我想想，叫我哈哈一个惊着呢。所以美国开始全面甲封锁，
所以这四月以后，因公布影大量看嘛，一个美国人都无，一个记者都无，啊，变成因家己咧开会，安尼变作讲有开记者会，那个不是记者会啊，迄是甲台东的团体共款啦，家己发送诶，这块土地到底啥物人？有地主，你拢无要去问地主。你讲我住遮久啊，我住68栋啊，所以这块土地应该变成我的。安尼敢未通？绝对未通嘛！你家己土想就知影嘛。既然伫法律上、国际法内底，咱已经找到地主啊，咱当然爱甲地主讲好话嘛。地主是啥？是本田哦。所以12月20甲12月24，咱要搁再一摆，第三摆。整个新山市这边是第一摆，第三摆要搁再去甲日本天皇接受。逐摆拢安排咱伫日本天皇的头前30公尺的所在。今年伊80岁，日本天皇拄啊80岁，所以咱搁再一摆要来。啊，当然啦吼，我是算讲，甲恁先宣布，恁让甲恁的酒的酒长报名，因为恁有资格，高级班呢的学员才有资格有哪报。哦，啊！你家己爱准备西装，啊，内裤带呢？咱会送予你，啊，迄是主席送的。啊，咱以前的介绍，甲往年拢共款38000，是安怎38000？因为咱是代表政府出去的，咱大个饭店一定爱5星级、6星级，咱坐游览车一定爱上新的，因为咱的民主呢，迄去的时阵吼，全世界拢甲你看呢。你为了要升级，食真歹，我讲你放心。那咱民政府出去拢食足好诶，毋是讲咱爱食啦，迄是民主问题啊。所以咱诶食绝对拢足水准诶，食日本料理，正港诶日本料理，无你食啥物中国料理诶啦，食西餐。头一暗我知影，头一班拢绝对自助餐，因为12月吼，啥物饭上济，迄、那个帝王蟹。迄帝王蟹吼，拢食免钱的共款呢，有个人食10几盘呢。帝王蟹足大只，你知毋知？我哈，你食迄10几盘哦，你的38000拢赚到转来。但是食只转来讲胆固醇太高，所以吼，所以咱本来头一年150个，旧年220个，今年我想买遐济人啊，今年我想来控制是150个就好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您若要报，爱先甲您的酒店报，先报名，先交钱，才有送。啊，你但是你若先报，因为报名了，咱就甲你订机票吼，订机票以后吼，未使提啊。我先甲你讲啊，你唔通订订讲，我都时间，我都代志，先讲咧，我机票照常给你，但迄张机票若超过，你未当坐，因为团体票未当提。哦，这恁拢规矩拢知影吼、哦，其他的钱。你下的钱、遐的钱会当提退，但是我其他我拢袂甲你提，我先甲你讲好啊。吼、哦，我伫这个上一定要先爱声明。所以今年呢，为即马开始呢，大家小欠呢，欠38000，啊来去日本，来去日本天皇，甲日本天皇接受。你若捌去日本的吼，啊是捌去，捌去皇宫的吼，二重桥吼，你来去看卖啊，什么叫日本？因为你即马来去日本了，我讲你绝对足钱的啦，因为日本人即马拢知影他们台湾民政府。你已经无法滴落去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大家拢知影恁，所以吼、哦，真头前迄两年是较辛苦啦，拍地命多，但即马去吼，拢占便宜啦，哈、哦，拢占很多便宜。所以我咧讲话，再去这个课，我讲到这个所在，啊，60分钟，吼，大家休困。啊，你若无找，我拜托诶，唔是我咧爱别找哈，我讲一摆，新台湾论你一定爱有啦，嘿，你新台湾一定要有，你唔通讲吼。高级班上煞，啊，就等于就歪干、歪管啊，等要做官，未使安尼啦，嘿，未使安尼啦，一定爱甲咱的州长吼、哦、保持联络啦。啊，我每一礼拜、两礼拜，我拢会落去恁各州的办公室讲，迄个开讲嘛。上无爱去参加，对不对？上新的进度会甲恁讲啊。所以你唔通阁讲一摆，你唔通讲吼，才上课结束吼，啊，就结束啊。我就反正证书我就摕着啊，我就一定会当做老啊。我不是老啊，老憨子啊，未使安尼啦嘿！我讲一摆吼，未使安尼啦。所以我有甲州长讲啊，你若出席率无够啊吼，无去甲州内底
来互动的哈，后摆白光哈较低的。啊，那有你互动的哈，无看你的学历，因为中华民国学历无效啦。迄历史拢假啊！你读迄读个关系要怎样？对不对？小学毕业就好啊。但是民政府册的册啊，读较足好诶，迄种诶人做较悬，安尼好不好？来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